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我是嗨唱大玩家雪娜，我是嗨唱大玩家罗志祥。动动动动动，扭着扭着动动动动，嗨唱 party 开始啦！动动动动动，扭着扭着动动动动，嗨唱 party 开始啦！哦，飘一飘一飘一耶，我飘一飘一耶，好飘一飘一耶一耶一耶。哦，飘一飘一飘一耶，我飘一飘一耶，好飘一飘一耶。我爱蹦点儿蹦点儿蹦点儿点儿，我爱蹦点儿蹦点儿蹦点儿点儿，走着蹦点儿蹦点儿蹦点儿点儿。嘿，跳一动感，怎么来劲怎么嗨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嗨唱 Party 开始了 ，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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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扭着扭着 ，Dance。嗨唱 party 开始了，嗨唱转起来，提醒您稍后看点。凤凰传奇，你都怎么照顾他们啊？啊，他可能，你怪不得找不着对象。这就是爱。他们手软吗？不错呀。谁呀？这是什么节目？嗨唱转起来，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香香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待会儿见。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现在继续。本节目由下载就能领红包的网易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嗨唱转起来，听听你们的声音。耶！你知道我转出来是什么感觉吗？什么感觉呢？就感觉今天是我们两个的大日子。今天可能对于你来不是，对于我来就是，因为今天是我回归歌坛的一天。哇，谁都没想到，谁都没想到，哇，这个回归太久了吧？因为你一直在里面，你感受不到我的心情。今天的主题是隐藏的歌手，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多被隐藏的歌手。那其实除了今天的隐藏歌手之外呢，还有今天的隐藏惊喜嘉宾。所以呢，有实力的人才能够在这个舞台待得越久，就像我们一样，不会走，绝不。大家期不期待啊？期待。接下来我们要隆重介绍我们的沙发客，因为都是几个熟人，那就请他们自我介绍吧。去吧，我们可以互相介绍，好不好？可以。大家好，我要介绍一位非常有才华、学识非常高、平时又非常美丽的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大张伟，谢谢各位。不是互相介绍的吗？相互介绍，我说话你也信？多大？我不是大老师，我一定会隆重的介绍我旁边的人的。接下来坐在我右边的只是一位深藏不露、可爱、才华横溢的刘维，谢谢大家。欢迎刘维。真的是，真的是，这位就是我们的白鹿。大家好，我是既不会唱也不会跳只会听的演员白鹿。那你就是录了白鹿这本节目。录了白鹿。那大家来干嘛？对不对啊？对，来，三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今天选人的标准在哪里？女生优先，刚才都没有你先说。好，我选人的标准就是他的歌声能够让我感受到有男友力的声音。男友力是谁有？比如说我们这三个中间男生哪个有男友力的声音？可能跟你是小朱老师啊。哎呦喂，非常帅。
我就认为怎么叫嗨唱转起来嘛，就得嗨，然后就是得转起来，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举起你们手里的开唱牌，由内而外的嗨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个标准。其实就像我一样优秀的男孩，我希望他有一些包装，比方说可能他在 opening 人没有出来的时候，可以加一些什么 rapper。朋友不多，都在这桌。好，那要怎么样呢才能够加入我们的队呢？我们现在看一下游戏规则 ，VCR。嗨唱转起来。嗨唱歌手们能否在两轮限时演唱中征服大家挑剔的耳朵？第一轮60秒内，若有一位沙发客拉杆支持，即可开门转出；若有3位沙发客的拉杆支持，即可转至中心舞台完成第一轮演唱。第二轮演唱升级，谁在90秒内获得80%以上现场观众支持，才算挑战成功。若能获得嗨唱大玩家为其按灯，则可直接挑战成功。任何一轮挑战失败，都将被转离舞台。挑战成功的嗨唱歌手，则有机会登上2019-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舞台。加油吧，嗨唱歌手们！话不多说了，赶紧请出第一位歌手，好不好？听说他的提示，2000万人的牙总。牙总，人间小甜豆，这很奇妙了。那我们这样，等他们出来，然后让他来介绍一下。OK， 我们现在欢迎嗨唱转起来。兔子牙，我的职业是之前有做平面模特，现在在做音乐创作，未来想做一名歌手。那这个2000万人的牙总什么意思呢？2000万是在网络平台的关注度有2000万。哇！没有牙总，没有你多吗？没有你多吗？啊，不一样，不同领域，不同领域，不同领域牙总啊，为什么夸完别人突然间说你没有我也没有你多吗？真的。哎，你会拍照，要不要摆几个 pose 让我们看一看，好吧？嗯。我们来几连拍吧，好不好？我们来300连拍，好不好？来。300连拍，拍到早晨啊，小朱哥。刘老师出题吧。他其实现在这样校园邻家，我也不太好出一些比较难的题。校园邻家是哪儿？就邻家。校园的邻家就是旁边小卖部那那女孩。那你接下来给我拍故事会的封面。故事会的封面。故事会的。对，如果现在我告诉你这是故事会的封面，你要怎么拍？故事会。可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是哪个年代的？我都没看过。哦耶。换一个，那娜姐你来说。来一个恋人视角下的闭眼微笑。3、2、1。是那种啊。哦，对。很多男生都很喜欢。哎，对。前面唱那个白了吐了白了白了那个东西是你自个儿写的吗？就是把那个儿歌然后中间加一个了，这样。哦，就嗨了唱了转了起了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好，
那接着你第二段的表演，嗨唱转起来。谢谢大家，恭喜你，所以他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去唱跨年了。对，有这个机会了，到我们跨年了。一起来欢迎接下来下位歌手，嗨唱转起来。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不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我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都是黑夜里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这是什么节目，这是什么节目啦。张新成为什么来呢？是要给我们惊喜吗？来跟现场所有观众朋友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新成啊，很高兴今天来个嗨场。刚刚在电梯间，我遇到他了，然后我说，哎，你好，你好，我们初次见面。他说，你录什么节目啊？我说，他没看听我讲。你说完吧，也没人在听你讲话，是不是很尴尬，对不对？你刚刚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知道吗？这一个人，他能不能简单吗？他们就跟他们的，然后每个人就这样，安静，大家，一点不想讲。你知道我呢，在化妆间，他拿了一个蛋糕进来，那个蛋糕上面写着“祝嗨唱转起来红红火火”，因为所有的选手都要对我们保密嘛。我说，你是来录我们节目的吗？他说，哦，不是不是，我来录《天天向上》。你来录《天天向上》，却送了一个蛋糕，祝我们嗨唱转起来红红火火。不是，是因为我进去之前我也不知道是保密的。我进去之前，然后我一进去，然后娜姐你问我说你来干什么？我说嗯。然后后面人说《天天向上》，我说哦对，《天天向上》，然后就马上反应过来。接下来再准备唱一首歌吧。我想把衣服脱一下，有点热。肯定还有节目，他很悬呢。如果没有转到中间，你这里面这套衣服是不用穿的。完蛋了，看不到。各位，跟我一起大喊：嗨唱，转起来！
来来来，星辰请到我们的沙发去坐。接下来的歌手我有点好奇，他的标签呢，不愧是酷盖，酷盖，酷盖是谁？什么意思啊？酷盖什么意思啊？说我跟小猪哥是完全不知道每一位出来的是谁的，所以你们这个好，我们来看一看谁会给我们惊喜，好不好？好，有请这位歌手嗨唱转起来。下载网易云音乐听歌，搜嗨唱领红包，先到先得，留下你的精彩乐评，还有机会直通嗨唱现场。嗨唱转起来，提醒您稍后看点。凤凰传奇，一博的师弟啊，队长，他有没有什么癖好啊？一博的话，啊，不可能。嗨唱转起来，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香香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待会儿见。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现在继续。本节目由下载就能领红包的网易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首席战略合作伙伴百雀羚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精油润发持久留香。好，有请这位歌手嗨唱转起来。Bum-b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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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ba
我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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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颗糖跳跳糖我是一颗糖我是一颗糖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一分哇哇哇哇哇哇哇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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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一来就推了你是不是听出来了当然了 听出来了吗一张让我就知道是一博的声音啊为什么因为一博很少说话的这一张让我一想一博急了在后边怎么回事来我们一博来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来哈喽嗨唱转起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博一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酷感是为什么为什么就他们觉得我内心可能是个酷盖吧一博他除了唱歌跳舞然后他还赛车啊对滑板真的果然是酷盖呢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稍微执着一点白鹿觉得呢 Oh my god 就非常就结巴结巴了非常帅哦，帅气哈，帅到结巴。嗯，对不起。哎，今天怎么来转我的盘子？因为在隔壁刚录完是吗？哎，对。然后你转的那个整个的感觉什么样？就感觉跟蹦床一样，因为我刚好是也是跳的舞蹈嘛。对，那个特别软，特别好玩。明白，明白，明白。我觉得咱们应该所有人学习刚才一博刚才那个动作，他那个动作，所有开始的时候。来呀，三位，来，同学们。Everybody， 咱们一起跟一博学习这个动作，好不好？来啊，来了，四三二，跳跳糖，跳跳糖，妈妈糖，姑娘，嘿，哦，谢谢，欢迎一博。来我们有请到我们这边的沙发区接下来这位歌手大家来猜一下啊他的标签呢工作选得好世界随我跑你觉得是什么呢大家是导游啊基本上应该是导游了还有没有一博肯定知道一博你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业飞行员飞行员哦这个有可能飞行员、哦、导游还有呢婚纱相关婚纱摄影师嗯也是也有可能又是一位艺人因为艺人就经常到处跑哦对那到底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一起来欢迎接下来下一位歌手嗨唱转起来喜欢上世界上走一走吗这就走了拜拜留下来他不错啊可能选的没有那么激动因为我们叫嗨唱转起来我们下一次等他回来好不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下一个歌手他
的标签是霹雳贝贝贝贝。什么是个结巴是吗？霹雳贝贝贝贝贝贝贝。可能是我念的有点结巴。我们来请出他们好不好？还唱转起来。出来什么感觉？感觉很复杂。第一种感觉呢，怕站不稳，所以专门选了一个平跟鞋。那些还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在突然感到回到十多年前，感觉参加比赛的那种感觉，心里会蹦蹦，还蛮紧张的。哎，你看，这个就是这个转盘子的魔力。那他们合作了这么久，他们一起转出来竟然紧张。如果真的转走了，你准备怎么办？冲出来，首先要打哪一个？打哪一个？我先看你们哪一个没亮，尤其是大张伟伟，你要没给我推杆，我就杠上了。我，你干嘛？要吵架是吧？我怎么了？我容易吗？我，嗯，这个特别像那个动感单车哈。这个车刘伟好像你出来就吓死了是不是？没有，我就觉得我不想坐在这儿了，我也想转。他们都上过春晚的人，不需要再去了，我还没有去过哎。是不是今天让我转一次吧？你写歌写得那么好，我都唱过你的歌，你应该推荐你的作品啊。你写歌写得那么好，
首哪首作品？是，不是？哪个来着？哪个来着？所以老师们，你们坐着，我回去好不好？铃铃啊，铃叮咚，铃啊，铃叮咚，你有我有全都有，全家放轻松。铃铃啊，铃叮咚，铃啊，铃叮咚。这个特别好，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我当时特别兴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就是那个做谐星，还专注在音乐事业里，所以那个时候被人肯定，而且是凤凰传奇老师肯定，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好，我们有请那个凤凰传奇就坐到我们的沙发区，好不好？掌声鼓励。好，接下来下一位歌手呢，他的标签是风一样的男子。哇，哎，这个很像一博的，应该是一博的才对，对不对？有没有可能真的就陈晓东出来了？对啊，他出过这首歌。那像风一样的男子，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呢？短跑运动员。哎，还有可能，对，刘翔运动员出来了。我已经不想再猜一些别的了，你们这些骗子！一会儿给我一个，结果出来的是王一博。好，那到底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一起来有请接下来下一位歌手，嗨唱转起来。这节目转出来的都是你们这些，我不管了。我着细水冲。走几个爱人与知己，陈晓东肯定是陈晓东。命运射灯光柱照下来，剩我跟你。难道有日离去，思想显出好觉音有限？让我学会为人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回忆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意思告别离并不很凄美，见着你云涌风起，我怎么舍得放下你。谢谢。恭喜恭喜，首先恭喜到了 C 位。好，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 Hugo 彭秀红，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哎呀 ，Hello， 哎，你好边头啊？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今日见到你都好开心啊！谢谢。叉烧包定笼包啊 ？Sorry。叉烧包啊！叉烧包，叉烧包。请小心插门。Sorry。请小心插门。小猪哥，你真的一句人也听不懂。请小心车门。来介绍一下。风一样的男子。对，其实我的职业就是一名职业的方程式赛车手。ZSC 珠海 ，ZSC 对对对对对。哦，一博，你也去那边比过吗？对，同一个赛道也比过摩托车。对，我跑摩托车的。OK。可以还可以摩托车，电单车我知道。他知道听得懂。同你同佢唔得一同噶嘛。Sorry。那你开的是？这是 F1 还是 F4？ 我现在是开那个是 Asia Formula Renault， 是亚洲雷诺方程式。我准备就会去意大利跑世界杯。哇，好犀利哦！哇，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舞台呢？当然，其实首先我很喜欢唱歌啦。第二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跟别的节目不一样。Bingo 不一样呢？坏。因为这个节目是用60秒就足够展示自己，我觉得很刺激。他们要的是速度，我喜欢速度，什么都要快。对对对。好的，那现在呢，嗨唱转起来。
风轻轻吹到潮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过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瞬间改变我一世，付出多少一生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他要再这样吗？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吹呀吹，管风里是谁。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恭喜过关。恭喜啊。来，我们请到我们的沙发去坐，谢谢。哎呀，有伴儿了，我们终于有伴儿了。恭喜你，恭喜你。所以只跟赛车手这样撞就对了，是吧？对对对，就是只要赛车手，这就是一个暗号，对不对？也不是，就是互相比较尊重吧。哦，好，接下来下一位歌手。接下来呢，这位歌手的标签叫做是奶爸队长。奶爸队长，我们猜一猜啦。是抱着孩子唱歌吗？那肯定是孩子特别多。多少人为一队呀？一个肯定不叫一队，两个一队。是双胞胎的爸爸吗？哦，有可能。这就是一对。是吗？你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好不好？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奶爸队长，嗨唱转起来。问杰哥，是杰哥吗？普通的街市跟我们普通的样，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墙，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窍，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之中冲上云霄，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腰，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笑，有普通的热情在普通的尖叫，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之中冲上云霄。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笑，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窍，在普通的动词打字冲上云霄。哎，你组合的队长啊？啊，对对对对，我那个队长。哇，们一个组合的。哎，我感觉今天来到了一博的生日会一样，就是来了一个那个赛车的同学，然后还有队长，都来了。一博生日快乐啊！哇，欢迎欢迎，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好吧？哇，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Yo， what's up？ 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很帅哈。那肯定啊，太帅了，我的天哪！刚刚转出来的感觉怎么样？感觉特别像一个回转寿司，我像一个放在上面的一个寿司，就这么转出来。害怕没人吃。你会不会担心转不出来？当然担心了，因为你站在那边，谁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你是谁都不知道。意思说知道你长什么样，就一定会按的，是不是？哎呀，跟我一样自信呢。
好，哎，请问一下，奶爸队长为什么会取名叫奶爸队长？就作为队长，在队里面就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又得照顾弟弟们，所以叫奶爸，又是队长。明白了，明白，那很辛苦啊。你都怎么照顾过他们呀？怎么照顾一博呀？一博的话，他有没有什么癖好啊？他有什么癖好？皮衣嘛，没有，一博就是胆子有点小。啊？不可能，小一博怎么会胆子小啊？你是说对女孩是吗？你怪不得找不着对象。没有，一博就是比如说大家晚上讲了什么鬼故事，怕人的鬼故事啊，他就会必须得抓着一个人他才敢睡。你会不会很怕虫虫？你会不会很怕虫虫？很怕虫虫。有时候他们会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拿出来跟你炫耀。我有一次一博叫我去他家玩，基本上那个两个小时时间，一博就把家里所有收藏的头盔给你一一介绍一遍。啊，这个是什么什么限量版，这个是什么什么限量版。介绍到第20个的时候，哦，能介绍两个小时头盔啊，我这有多少个头盔啊。我你是以前就开始喜欢收集头盔吗？没有，开始玩摩托车之后我就喜欢，就是现在有几个头盔家里？30多顶。好，特别多。现在一博平时做节目上后台喝水都用头盔喝，接完之后直接往嘴里灌。你肯定有一个房间是头盔屋，是客厅。不是房间，客厅里面。对，客厅。没有，满地的头盔啊！不是，跟采梅花桩一样。一博，头盔不会放地上的，头盔不能放地，它不是放地上的，家里雇了30多个人举着，在屋里就举着。说先生，这是您新买那款头盔，你看一眼。不是，因为基友要说一下，头盔不会放地上的，头盔不能放地。对，就是这样。你的新头盔，从昨天新买的头盔已经到了。头盔不能落地的，因为有说法。你看一眼这个光泽。您今天喜欢哪个头盔？不是，因为基友要说一下。你们把一博给弄急了，不是因为赛车很危险，头盔是肯定不能放在地上的，这有另外一种寓意在。听听，学习了。那队长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因为就是那个嘛，跨年直通车嘛。年直通车，对，太好了，我们一起去跨年。对，好了，接下来队长要来唱第二首歌了。好，对，开唱，转起来 ，Here we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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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原因？我错了。为什么？你们按了吗？不是，挺好的。为什么就不是大家都按了呀？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就是他们都在嗨嗨嗨嗨到最后，
就是忘了投了，然后到这个地方再投就来不及了。真的假的？你们刚才你们三个人特别感人，那说要去跨年，要去跨年，跨不了了。轩轩，我们在这儿等你。轩轩，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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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只是一种怀念，现在感觉特别不吉利了，已经开始。对这个音乐有点悲观。我们下一次等他回来，好不好？好。这个也太过分了嘛。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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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这位歌手的标签厉害了，不想当演员的销售不是好技师。一波，你觉得呢？就他这三个职业都做过呗。对，就说明他被开除过三次，对不对？啊，就是他什么都没干好，这个人啊。好，一起来欢迎这位歌手嗨唱转起来。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见不可能，别人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不愿伴你游走，那变幻的交通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的少你我，唱得好，可以了，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眼里，歌色很好呀，声音非常有磁性，是不是一出来感觉跟李健似的？是吧？对，刚才娜姐看着我说李健，我马上推杆一看，不是，我说的是模仿的，模仿的，对对对，模仿的。来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袁博，现在是一名整体师。什么是整体师呢？就是你老整理自己。脊柱健康管理的脊柱康复师。但是我好奇的原因是，不想当演员的销售不是好技师。你曾经是演员吗？我以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哦。原本打算毕业了之后呢，就当一个演员，但是呢，阴差阳错的呢，就去了一家，车企的市场部工作。后来呢，就觉得不能丢掉我祖传的中医正骨的这样的一个手艺。哦，家里有祖传，所以继续来做脊柱的康复师，现在。哎呦，就是他什么都没干好，这个人啊。我们接下来要听一下第二首歌了，好不好？好，这首歌看看你可不可以征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呢？嗨唱，转起来。我知道并不是耕耘就有收获，当泪水流干后，生命还是那么脆弱，留下它，多残忍，你和我就像流星滑落，多绚烂飞驰而过，点燃黑夜最美烟火，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化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化无常，
恭喜过关。有请到我们沙发区坐，棒棒的，耶！好，接下来这位歌手的标签厉害了，大王带我来巡山。大王带我来巡山，养猴。不会带一个猴上来吧？真的。我在心想哈，这个大王是不是斗地主高手啊？到底这位歌手是谁呢？嗨唱，转起来。空气中藏着你的香味，回忆里躲着你的眼泪。最后拥抱的温暖还有一些，我拖着行李往前一直走。两个人，用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大家好，我们是 CTO， 我是子宁，大家好，我是子欣，大家好。大王带我来巡山，大王在这里。我是小猴，我小猴。今天为什么装扮成这个样子？今天其实装扮成这个样子呢，我觉得其实可以说到小时候的梦想哦，因为小时候的梦想就想当一名飞行员。第一是很帅，对，那是。第二呢，就是有责任感，哦、有安全感。曾毅老师，您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匹野狼，对不对？两个狮子就像两个窜天猴，只剩三天一线的相求。我当 disco 啊。我们接下来要听一下第二首歌了，好不好？好，看看能不能征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了。准备，嗨唱，转起来。我要
厉害厉害厉害！谢谢谢谢谢谢。下来下一位歌手的标签这就厉害了，娱乐科医生。嗯，我知道。比如说我生病了，我说医生我发烧了，那我先来给你来一首歌曲，来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专门治人过于娱乐。我知道了，是谁了？谁？刘欢老师。哈？为什么？因为路见不平一声吼呀，高，实在是高。好，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收起我们的嬉笑怒骂，一起来欢迎我们的下一位嗨唱歌手，嗨唱转起来。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紧他归家，沉笑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快起来是吧？不然怎么办？像张学友，哇！奥运冠军蔡云。一封信，那双眼动人，羞涩的美人。嗨唱转起来，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香香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待会儿见。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现在继续。本节目由下载就能领红包的网易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袁波。为什么用三 G 手机呢？因为我下载了网易云音乐，搜索嗨唱，进入嗨唱转起来的活动页面，领到了三个大红包，还有千万个红包放肆领，你也有三次的领取机会哦。好歌超多，红包超多。而且今天是第三期，三会带给我好运，网易云音乐也会带给我好运 ，Thank you。好，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收起我们的嬉笑怒骂，一起来欢迎我们的下一位嗨唱歌手，嗨唱转起来。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紧他归家，沉笑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快起来是吧？不然怎么办？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纤纤身影，缓缓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吧，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那手法滚滚悠悠，每缕每缕放下，美妙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这晚在街中偶遇手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紧他归家，沈笑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吧。
做人越趣味，别流泪，三思敢不坚持，可以让一生永远陪伴你。哇，我不敢相信。哇哇哇，这个好激动啊，谢谢，好激动啊，这个时候娜娜你从头到尾激动到就是明晚早睡背过来，真的一直自己 solo 在这里跳了很久哎，那再来一遍娜娜娜娜来，命运就算颠覆流离，命运就算千载离情，命运就算荒唐，到日会唱悲，而且重点是后面越来越快，咁不应死去，我地面一生。现在的开关在哪儿？关了啊。哎，为什么刚才出来的时候是标签是娱乐科医生什么意思呢？你没有觉得我们当歌手的就像一个医生这样吗？很多人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让他们听一下比如正能量的歌曲红热啊，如果他们失恋的话呢，你可以让他听月半小夜曲啊，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就看我们的演唱会了。明白，娱乐科医生，我们都是娱乐科医生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让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笑快乐嗨。请到我们的沙发去坐。哎，曾毅，刚一直在说是模仿的，你都不相信，对不对？不敢相信，不可能，不可能，我不，我没有。我说李克勤老师，你说模仿的。李克勤是吧？王震啊，王震，王震，太像了，太像了，太像了。我说李克勤，他说模仿的。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嗨唱节目没有不可能的。李克勤大哥都来了，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没有，客气客气客气。刚才唱累了，现在就坐在这儿使劲儿。好，我现在就听接下来是谁了。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们的标签，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哇，不会是 TFBOYS 来了。有没有可能是 TFBOY？ 有可能，本来觉得不可能，可是克勤大哥来了，我有可能。好，接下来一起来欢迎这组歌手，嗨唱，转起来。种那种蒙古汉子的气质，你肯定是蒙古族。其实我是汉族。好的，你都猜错了姐。但是我一直在内蒙啊生活，就是唱蒙古歌的人，那个酒和干，就是那个哈，那个内在那东西哈，只有唱蒙古族歌的那个那个有那个。对，可不嘛。你们笑什么？不是特别有道理。今天您特别开心，对不对？只要出来帅哥，你们觉得我们家老乡很帅吗？你的开，你的。所以你本身的职业是什么？我是一个来自大草原，1米93，一米九三啊，一个舞者。哇，1米93应该打篮球也蛮厉害的吧？跳
更帅气，跳蒙古舞那就好了，没事啊，更帅。以前都很多人说高的人学跳舞会有点困难，那你觉得在你身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呢？我跟你说，你就是错误的。你就是错误的，高的人跳舞要舒展，这不是我说的，瘦小的人跳舞技巧型。听花儿姐，你今天是不是喝了？花儿姐感觉像看到爱人。我觉得你自从穿完平底鞋出来，就像疯了。对对对对，你这怎么了，玲花？你们家玲花怎么了？把这一段给我掐了，别给我播。好，接下来要准备我们第二首歌，对吧？看看这首歌有没有办法征服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哇，腿好长啊！他的腿，我的天哪！天哪，他的腿赶上我个儿了。好，准备了，拍唱，转起来。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活，我觉得他那个身高啊，好嘞，你知道吗，林花姐，你的大当真，然后你突然点到他的名，你不觉得可惜？我觉得他那个身高啊，哎，最主要是我俩没分开坐过，今天距离有点远，其实也有很别扭。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我刚才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哦，你是林花姐的五指山。你一躲开之后，孙猴就蹦出来了，真的很棒，对，很棒，挺可惜的，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那么其实唱歌真的很有感觉，人跳舞真的又是专业的，而且长得又那么帅，他真的发自内心跟制作人讲话。那这样吧，你唱歌真的很好，这样你拿这边换一个，好，换哪一个？我不，我要约下一期，下一期有我吗？啊，没有啊，那还约下一期他回来了，你不在了。好，接下来呢是什么样的标签呢？黑凤广场舞的雷。克勤大哥知道广场舞吗？觉得是一个阿姨，如果是一位阿姨，我让她唱，我给她伴舞，那肯定是。我觉得黑凤广场舞的雷删掉广场舞的，是不是变成黑凤雷？这样乐队，太不可思议了，真的吗？好，我们一起来欢迎接下来下一位的歌手，嗨唱转起来。
好美哦。那哪是什么广场舞啊，大妈呀，这是大美女啊。对，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Archakova Ekaterina Nikolaevna。 Archakova Ekaterina Nikolaevna。 小猪请重复一下他的名字。Oh my god！ 你再说一下好吧，您的名字怎么说 ？Archako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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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aterina。Ekaterina。Nikolaevna。Nikolaevna。最后是四个字，你敢来吗？你敢来吗 ？Nikolaevna。Yeah。我想告诉你们，他来自俄罗斯。哇！他是俄罗斯好声音的第三名。哇！俄罗斯人现在粤语说这么好啊？对啊。嗯。叉烧包你龙包啊 ？Sorry。你会说中文吗？不会。不会。啊？一点都不会。哎呀，一点都不会。那你说的是什么？但是还能够沟通，你知道吗？奇怪啊，这好奇怪，可能是宇宙的语言。火星人，我也是。那就很厉害了，李老师对吧？我回去还是好好的练习我的国语，俄罗斯的国语这么好。请问一下，你中文学了多久啊？学中文六年，当时来中国是因为工作关系，然后就因为被中国传统就所吸引，就留下来了。哎，那为什么你叫做黑风广场舞的雷？是因为我看大妈在外面跳广场舞，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一种新潮方式。第一首歌我学的是《荷塘月色》，荷塘月色。原唱，原唱在这里。搭档伴舞，哇！借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我想知你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一起唱。有过的四季和花依然香，当你宛在水中央。哇，掌声鼓励。开心耶！好棒，好棒！你中间那一段朗诵你会吗？我的那一段。那时天上的，那时年轻的和你水中的模样。拜拜。四曲齐鲁。好了，接下来要继续征服我们的观众了。好的。准备嗨唱转起来，也多让
哇，恭喜你，你到了小猪的队了。恭喜到我们那个沙发去坐。为什么？为什么抢？好声音第三名哎，很值得，我也觉得按得好。那真的是唱得很好，真的好。他唱什么都能变成自己的歌，而且他很可爱。我真的好羡慕你，你有了一员大将哎。没办法，人家速度要快，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接下来下一位，他的标签厉害了，羽坛的张学友。应该张学友熟，特别熟吧？应该。但是我肯定张学友不懂羽毛球。他首先是羽坛的，哦，要不然就是长得像，要不然就是唱的像。还说手指比较像呢，就是手一直是这样。张学友是特别像那种回家不知道自个儿家电梯在几层。我和你吻别，三五三都结。我们出来再看看了，好不好？好，我们有请这位歌手嗨唱《转起来》。哎，不会是林丹来了吧？不可能是林丹。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感慨，是我自己活该。不信不信，你的感情太一个爱，把未来转眼就删改，我的心却为你空白了一。他长得也很像哎，蔡老师。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像张学友，非常帅。侧面真的有点像，尤其是眼睛部分特别像张学友。你下巴这样，拿手这样。You what？ 确定这是张学友吗？张学友，张学友，这不赵四儿吗？我觉得是一张2008年奥运会的照片，一个侧面，我觉得特别像，就是很潇洒又很酷。我的搭档像郭富城吗？哦哦，对对对，他有个搭档像郭富城。真的假的？对，傅海峰。哎，那您平时最爱唱哪首歌是什么歌？其实很多粤语歌，原来因为那个时代都会听嘛，张学友啊也好，还有林大哥的歌，包括张国荣那个时代的。客勤大哥，客勤大哥一来，我激动，激动坏了。我跟客勤大哥经常打球。哦，真的吗？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还有老熟人啊？这客勤大哥很厉害是吗？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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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哎，我小以前是校队，我小队。这么多的这个打羽毛球打得好。可以教我们打羽毛球吗？可以可以，来爸爸，来爸爸，来。不会吧？该不会我们看到了眼前的这个西瓜，是要透过羽毛球给它穿过去吗？Missing impossible。不，不会穿过去，一定会，比如说是。打一个洞，或者是打一个洞，对对。哦，对，等一下，你刚刚吹了很久，你打羽毛球打的什么校队的什么之类的？啊，真的？是你吧？哎，不是我，你听错了。小朱老师，校队冠军试一下呗。我来校队一下。小朱哥加油！打个洞。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校队的学长小猪打爆西瓜。我想你是校队。哎，运动健儿。哎呀！
开始。我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伤心，一千个伤心。我小以前是校队，那个我小时候。你是哪个学校校队的？校队就是看他打球笑就对了。克勤大哥来一个。克勤大哥试一下吧。克勤大哥是专业的。啊！很厉害，很厉害。哎，你看看，哎呀，校队的刚才那个。好厉害，打中了，打中了。哦，有劲儿。哇，好砸的。可是这样的个力道，怎么可能可以让它变一个洞呢？我觉得你应该不行吧。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奥运冠军。到底有没有可能羽毛球穿破西瓜，给它一个洞呢？看到了没有？张开你的双眼，这不是后置啊，没有后期的，得拔都拔不出来吧？谁能拔出来？这太夸张了，这个。如果我想要两个酒窝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哎，我觉得下一次再跟他打的话，肯定一定要做队友，不能跟他对打。很危险的。哎，你刚刚看到他刚刚那个力道，感觉还好，对不对？对，轻的就出去了，好像是轻轻打的。对啊，羽毛球是一个有技巧的运动，就像你举重运动员再有力，但你打羽毛球没有有力。你刚刚是透过你的手腕的力量还是腰的力量呢？其实你真正有力的部位是这个区域，它能带动你整个身体，它就像一个轴一样。哎，那你老这么打的话，脊椎会有问题吗？如果有的话，这边有那个专家，他能过来帮你捏一下你的脊椎，是不是？我的腰椎峡谷五六节全部断了。啊！全部断了。对。我的天哪！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要，耐住寂寞。其实这个过程，成功的过程是很艰辛的，看你自己怎么去顶住，怎么去突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二首歌，对不对？对啊，准备好了吧？是因为明年是东京奥运会嘛，是奥运年，那也希望通过这首《奔跑》给他们加油鼓劲。来，奔跑。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
喜过关。我们看到所有这个奥运健儿英姿飒爽的背后都是他们辛苦的努力，所以我们要给更多的掌声给到他们。奥运会加油，奥运会加油，奥运会加油，良好的成绩。好，感谢所有的嗨唱歌手，听了这么多的歌，我真的觉得360行，行行出歌手。是的，他们今天不单单只是拿起麦克风进行嗨唱，更是秀出了他们的职业的高光。没错，拿起麦克风，你是生活的大玩家；放下麦克风，你就是自己的沙发客。还要恭喜我们的凯莉还有辛迪欧加入我们的嗨唱家族，将有机会跟我们一起登上跨年的舞台。恭喜所有留下来的歌手们。还有谢谢我们的乐手老师们，谢谢我们的乐手老师们，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每周五晚八点，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我们下期再见。再见。登录微博，搜寻嗨唱转起来话题，参与互动，为喜欢的嗨唱时刻点赞。更多嗨唱转起来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今天我们就来重温追剧时光。好厉害呀、啊！真的假的？动力火车吗？就是本人。你的聪明，我的聪明，好像不一样。哇，你的歌，一萍的歌，一萍。赵薇是不是有可能来了？赵薇来了，我想让她来打假。张靓颖，哇，张靓颖。眼神也太像张靓颖了，那个本人不是，不是，太假了，唱完了，都还没唱完呢，还没唱完，回来。大道在脚下，风雪何去打？哦，张卫健，我也想想象，《少年方世玉》今天剧组团聚了，马上走，要不然我马上揍你。哎，你管理动兵啊？早已放手。哇，真的是！我爱蹦迪儿蹦迪儿蹦迪儿，我爱蹦迪儿蹦迪儿蹦迪儿，就这蹦迪儿蹦迪儿蹦迪儿。嘿，人生苦短，怎么灿烂怎么晒。